早上我向我妈要早餐的钱，她叫我自己到衣橱里去拿。我翻遍了衣橱的每一个角落，我妈突然像疯子似的大笑，她说连她自己都找不到，何况我呢？就算衰到爆，也要穷开心。袁哲生原著，导演曹瑞元最新作品《尼亚达》，三立电视即将上映。